脸，一会儿看你怎么解释你。嗯，不是马经理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板，你跟他说。嗯，一会儿去趟财务。老板，你今天就给我发工资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跟我闺蜜出去玩这要用钱呢？想什么呢？是罚款500啊？啊？不是，你凭什么罚款呢？老板，我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，我赚点钱容易吗？怎么罚我款呢？拉倒吧，还辛辛苦苦一个月，你天天违反公司规定，上班时间看电影、打游戏、吃零食、说小话、睡觉、睡觉还磨牙。啊，老板，你咋知道的？讲重点，你反正就是罚款500啊！不，我没钱，找男朋友要吧。就你这样还男朋友啊？要不是小脑未发育完全，要不是大脑没发育全吧？你凭什么找你男朋友要？我就凭我天天给我男朋友洗衣做饭，我逗他开心。那也不能找你男朋友，就是。扫码付款。付款干啥呢？我的男朋友。啊！不是老板，我以为咱俩是一伙的呢，你怎么能这样，老板？你滚，你死了，滚！不，老板，你不能这样，咱俩是一伙的。哎，我明天想用一下你车行吗？用我车干嘛呀？明天我爷爷八十大寿，我想回去和爷爷过生日。你爷爷八十大寿？嗯。你早说呀！啊，来，拿走。谢老板。你等会儿。啊？你回家，你给老人家准备什么礼物呀？啊，我爷平时不喜欢喝点吗？我就给他准备了两箱酒。我说你呀，你是真不懂老人家的心思啊！啊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老人家希望你带什么回去吗？嗯。带什么？男朋友啊，是个女婿嘛。啊，不是，是这个点儿，我上哪给他找孙女婿啊？那当然是我。懂了吧？老板，你嗓子不舒服啊？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哎，什么呀？啊？我有空，我没事。啊？哎，我有空，我跟你回去。정말네마음을말해줘날사랑하는刘伟啊，啊，我约了王总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奇奇怪怪，啥呀？哎，亲爱的，你快来吧，我在公司呢啊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快跑！发错消息了是不是？我这就干嘛啊？你嘴了还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，我现在立马带你回老家找你妈。刚才是给那谁发的？那谁？就那谁？编，接着编。啊！这谁的东西啊？啊！我不知道呀，这什么东西这是？久等了，贝贝。不是你谁呀？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？我不认识你呀、啊。人都到了你还不承认？没有，我真不认识他老板。说你老板走了吗？怎么人还在这儿啊？你别乱说话，我不认识你，干嘛呀？你装不认识我是不是？你抖音名叫北北是王炸，生日是8月3号，你现在装不认识我了啊？人家把你的生日都说出来了还不承认，哎，死不承认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呢？不是老板，我刘薇薇，你要气死我呀！你要不是我刚才是逗你的，我真不认识他。不是帅哥，你别那啥呀！我就害我这不，我老板，我朝阳会真装不下去了。你看晚上姑娘下来，别逗他了。干嘛呀？胳膊肘回哪去了？你是不是看我可爱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是我的，你想都别想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再欺负了，你再欺负了我就……哎，行，你俩别吵了，吓死我了刚才。他俩谁呀、啊？不是，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。哎，别说，你谁呀、啊？哎，这是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啊！快走！刘薇薇，薇薇啊，哎，把这文件做了。哦，好的。呀。谁送的花啊？啊，朋友送的。朋友，
男女的。男的。嗯，哎，报表我一会儿发你啊，老板。行。小陈，问你个事儿啊。老板，你说。知不知道刘北的花谁送的？不知道啊。行，去把小斌叫进来。啊，行。老板，你找我。小斌啊，你知不知道刘北的花谁送的？据说是个男的。哎，行，那你去工作吧。啊，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让我花干嘛呀，老板？哎呀，这个花在我们办公室拉低我们办公室吧。有人不是拉低的，木木那儿不也有一束吗？来，追的人很多，给你这个啊。你买的，老板？没有，楼底下买鸡蛋人家送的。以后啊，别人的花别随便乱收，想要什么花跟我说，我给你买啊。什么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吃醋了呀？神经病，我吃什么醋？吃谁的醋？这个小陈给我的，我不爱吃，拿吃干活。你总记愿望是住进你心里，你掠过的风景都不及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啊，哎，啊，我的脚啊。不是，你不必行如此大礼啊。快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不是，你穿着打扮那么漂亮。刘月，你不会又要去相亲去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，老板啊。脚疼啊。不是，你穿成这样你容易让色狼尾随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正好下班了，我给你送去。打住。老板，上次的相亲就让你给我搅黄了，别想啊。哎，这样我把你送到了，我不进去，我在外边等你啊。那行，顺风车。明月几时有，抬头自己瞅，你就北北吧。哎，是的。我后面一会儿你有钱。行啊行啊，我走。不是，这谁啊？老板，你不要在外面等着吗？那个，这是我老板，下班的顺路送我过来的。哦，你跟我说过，就那个天天 PUA 你，然后让你加班压榨你那个。贝贝，那个，帮我去车里边拿下手机呗。嗯，你自己去呗，我这相着亲呢。快去，不想要工资了。那个，我出去一下，帅哥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哎，你等我啊！老板，你听这说，咱是不是对员工太苛刻了？公司里啊，我都心疼贝贝。心疼？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哎，我们昨晚一见钟情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喂，妈，孩子又哭了，怎么奶粉没了？哎呀，我跟北北说让他去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跟北北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哎，好嘞妈，好嘞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跟北北有孩子了？对啊，我们孩子都八个月了。北北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不有毛病吧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呸，渣女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咋了，老板？从哪认识的？这是你刚走他就说你长得丑，你没情商，还说你不信女。他这个狗男人，我去找他。我算了算了，这种人不值得。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去，好不好啊？老板，还是你对我好。